者洪美秀新竹报道，其 O-Bike 偷窃成犯罪铁证。新竹市林姓男子11月15日骑无装共享自行车 O-Bike 涉嫌闯入富美宫窃取宫庙内的铜制蜡烛台，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又食髓之味。12月2日跑道中轻功行窃，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歹徒是骑 O-Bike 犯案。今天经巡逻警网发现林男又骑 O-Bike 上前盘查后，一举破获宫庙窃盗案。林男懊悔不已，不是懊悔行窃，而是懊悔骑了 O-Bike， 这样都会被查出，有够倒霉。警方表示，接连接获富美宫与忠清宫等宫庙遭窃取铜制蜡烛台及净炉等窃盗案，调阅监视器发现窃前戴着帽子，都是骑 O-Bike 进出犯案，以为骑单车较不易被人发现，没想到竟成了犯罪最大特征。警方逐一清查并锁定骑 O-Bike 的可疑人物。新竹市警察局南寮所员警黄祥豪、李淑明今天清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公道五路附近，林姓男子就是骑 O-Bike， 且特征符合公庙切嫌，又是骑 O-Bike， 于是上前盘查，发现林贤早在9月就在铁道路附近偷取 O-Bike 脚踏车，便骑此自行车到处偷窃，但最后人贼心该败，被警方查获。林贤坦承犯下富美宫与忠清宫和南雅街土地宫庙等三处宫庙的窃盗案，警方也到竹北两家回收厂取出林贤变卖的铜制蜡烛台和铜制净炉等证物，除通知被害宫庙领回，并将林贤依窃盗罪嫌疑送法办。